利物浦名宿帕拉格日前在接受 This is Anfield 专访时指出，红军一直没有找到库蒂尼奥的替身，他们的中场需要德布劳内这样的人物。卡拉格坚信他的主队需要巩固中场，我觉得我们的中场需要更有实力。看看如今我们在中场的人员配置，我觉得我们缺少库蒂尼奥那样的球员。很显然，我们在追求费基尔，因此我们在寻找库蒂尼奥那样的球员。我们正在努力同曼城抗衡，而曼城队中已经有了德布劳内和席尔瓦，但我们并没有这样类型的球员。我们有各种类型的球员，我们的打法与曼城不一样，但有时候在安菲尔德，你需要那种能撕开对手防线的人，能踢球更聪明些的人。这是我对于利物浦阵容唯一的担忧。不过虽然这么讲，我还是觉得这或许是过去30年里最强的一支利物浦。